个今天教大家怎么吃这个菠萝，先把这个屁股这里切掉，还有头这里切掉，然后呢中间对半切开，中间对半切开，然后就这样子按着它这个纹路切过去，按着这个纹路切出来哦，然后再这样子按着这个纹路再切，这样子等下我们就能很方便的吃到这个果肉，看好哦，你看